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。姐姐，给我一张传单，谢谢啊。姐姐，给我一张传单。好，谢谢姐姐。谢谢。你要吗？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啊。来，给你。拿好啊。给你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来，拿好啊，谢谢，来，好，请问这是您的孩子吗？啊，对，这我儿子。不知道您对小孩的早教机构有没有兴趣啊？哦，我以前听说过这家，好像资质不错的。我正打算给我儿子找一个靠谱的机构，让他上早教呢。是吗？那您看今天有没有时间，可以去我们机构了解一下。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姑娘，看你这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宝贝儿，你看，这姐姐你认识吗？小萌姐姐，你是电视里会讲很多很多故事的小萌姐姐。你就是周小萌，难怪我看你眼熟呢。宝贝儿，我们走吧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您刚才不是说要去我们机构聊聊吗？我看就不必了，他们能雇佣你这样的人，我可不放心把我儿子送到这种机构去教育。哎。这位妈妈，你先来我们早教机构看一下嘛。我小萌，哎呀，小萌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怎么都不联系我们呀？阿七，过来过来。小萌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小萌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你们两个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我们这不是来挑赞助服装的吗？台里推荐我做其他的节目，做嘉宾。是吗？太好了，子彤，你真棒。小萌，你在这儿是做什么呢？我，小萌，你现在不会是在做发传单的工作吧？是啊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说什么？小萌，你在发传单吗？哎呦，小萌，你一个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，现在又是盛海集团的董事，小萌，你这样做的话，被人家看到，会被人家以为你是炒作的。你要是有难处的话，你就跟我说嘛，
我会帮你的呀。我没有作秀，阿七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家的情况。我没了工作，所以我必须要自己挣钱养活我跟我妈。小萌，你有困难就跟我们说嘛，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，对不对，阿七？这样，我现在手头上呢有很多活，要不要我介绍你过去啊？你放心，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会拒绝你的。嗯，梓潼，谢谢你了，还是不用了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挺好的，我还有传单要发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萌！哎，小萌脾气就这样，倔得很。走吧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走吧。你都发出去了？嗯。你不会是丢了吧？不是的，我是真的都发出去了，但是我没有拉到客人，抱歉啊。你以前没做过这些工作吧？我也是刚刚大学毕业，也没什么工作经验。按道理说，传单都发出去了，应该会有几个客户过来咨询一下啊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，只是你真的一个家长都没说动吗？我想可能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吧。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嘛，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这个我也能理解啊。也可能是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，要不这样，你呢先回家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内容，我明天再帮你约我们的主管见面，到时候啊，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不用了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真的是不适合这份工作，谢谢啊。